经理说了，这最后一顿饭了。经理想要把你经理，我们这边裁员，那只能留一个。经理，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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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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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吃不了你早说呀啊你送筷子这谁能要啊我也不能要啊你告诉我呀你给我照片你给我照片小朋友一百六啊
你给我吃，哥，等会儿再吃。经理来不及了，我们走，他给你找干姐，他不找干姐，我就经理。啊，要找经理，哎，经理，你这不是，这是怎么回事？这经理吃点，这就你不吃吧，你真没福啊！哎，没福，我给你尝尝。哎，经理，你这个怎么了？刘亚，你这样啊，智能吃吧，给你们这胡来，这胡来给你们治疗，给你胡来。啊，不吃了，服务员啊，来瓶水。你看，看着脸，我帮你啊。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经理，哎，你是啊？你哪儿呢？你赶紧给这边吃饭，你哪儿呢？经理，对不起，经理。行，算我倒霉。吃他们走吧。对，那是倒霉。你再来硬菜呗。哎，硬菜啊。等着，硬菜。硬菜来了。谢谢经理啊，给你给我的，把这米油炸，把我筷子硬菜了啊。好的，吃来。我咋的？ 我咋的？我也在一个。一共消费250。嗯，怎么这么多贵呢？他们还点那么多汽水呢。滚！哎呦我的妈！经理。